出了一点点问题，所以呢，他在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今天我在玲珑七夕会的活动现场不能当主持人，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变成关爱现场这么多弱势单身小动物的爱心大使。我想先问一下你们，过两天过后是什么节日？七夕节。那我想问一下现场所有的有对象的朋友，可不可以挥个手向我示意一下？寥寥无几，看到没有？所以今天我是不是应该要来关心一下你们，给你们来发一下糖，对吗？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枫蓝国际购物中心呢，也是有请到了目前时下播的一部非常非常火的剧里面饰演欢喜小冤家的 CP。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就不来卖关子了，让我们一起来掌声有请蒙圈弟弟郭靖，还有小魔女徐梦婵，有请。吃，然后就是少吃一点零食，怕长胖。然后他就是不顾这些，然后就是老师就是吃了零食之后，让我别告诉他经纪人。等一下，那你有保密吗？啊，我有保密，我有保密。我有时候还会把自己的零食悄悄的塞给他一点。哦，好吧，好吧。这个梗应该还算好啊，不算特别丑。那有没有什么更加升级一点的？不行，我是厂长，你说了是吧？哇，相互一笑，应该是在商量一下。没有，说完了，可以到他了。对对对对对，好，木禅，想一想，使了一个眼神，好过分哦！我在旁边一直被虐，哎，太过分了。好了，说了。其实工具在也没有什么很糗的事情。那就说一点点超好玩的事儿吧。超好玩的事
超好的。对啊，我们刚刚都受完伤，这个时候需要一点点开心的事让我们来开心一下。其实我们在现场就是气氛特别的好。嗯，对，就是因为现场我们的导演啊，还有就是每个师姐笑点都很低，然后我们两个笑点也特别低。哦，真的。基本就是每天都很欢乐的度过。对，嗯，好玩的事情真的很多。他是捉弄过你，让你觉得还比较好玩的事有没有？捉弄过你吗？蛮少的。蛮少的哇，挺好的呀，就是对你很关照啊。对，但是过来虐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在现场就是会开一些玩笑，嗯，然后工作有的时候就是他可能反射弧比较长，嗯，反射弧比较长，对，然后跟他开完玩笑，他会就是我们都笑得不行了，然后他一脸认真问我们什么情况。哦，我知道，就是像我们之前传说的那个笑话一样，就是一群人，就是说那个一艘船上呢有一群动物，最后一个呢说是到最后，然后猪终于笑了，他说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之前猴子没有笑了，就那个故事一样的那种笑点，对不对？好了好了好了，好，原来两位还是非常的照顾的，我以为可能会他私下蛮捉弄你的，像在剧里面一样。啊，不对，剧里面应该是你捉弄他更多一点点啊。折腾他更多一点点，可以这么说。嗯，还蛮越小。对，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现场会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啊，真的是因为《醉玲珑》这一部剧认识二位，然后呢，也有一些提前认识你们的粉丝呢，因为这一部剧更喜欢二位，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特别好奇，两位现在的新状况如何？有没有什么一些最新的作品要和我们来面试啊？先问一下龚俊好了。其实我之前在拍《醉玲珑》之前也拍了一部网剧，然后他27号会在全国举办点映，希望大家多多去支持盛世啊。然后《醉玲珑》播完之后呢，盛世播完之后还有一部剧叫《梦幻西游》，然后我在里面饰演的是任一侠和金三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你们会支持他吗？好，我们来听一下木禅的。我现在就暂时是在学校，对，就是打打基本功什么，因为我还在上学，对，然后后面的行程还在阿贤。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有一部剧播完了，叫做要不你自己来公布一下，也是由你出演的。啊，颤抖吧，阿布。对对对，没错，也可以说是一部新作品了。啊，对对对对对，对，是一个很欢乐的片子，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就是刚刚刷完弹幕。哇，我觉得他的粉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他。来，我想问一下，木禅的粉丝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那边，对不对？好的了，好的了。其实我真的啊，我就是在家里面追剧啊，刷弹幕的时候，我会发现两位，就是让人非常招恨的那一种。明明颜值还这么高，还要这么有才华，还要这么努力。我想问一下，拍戏的时候应该会很累，对不对？累到有时间刷微博吗？我又是来对视一下，要这么虐我们吗？有。有。其实那个，我没事的时候也会偶尔上上微博，然后看一看大家。哎，那等一下啊，稍后这个话题可是非常尖锐的。既然有刷微博，请问粉丝要是有提问的话，你会在什么情况下偶尔抽筋回复一下？我会看粉丝给我的私信，有时候叫我就是提了一些建议，就是比如说演戏方面、各方面、生活方面的，我都会去听取啊。哦，那目前我想问一下，是还在上学？那想问一下，平时还是会刷微博吗？有没有刷？有的，最近有开始刷，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是刚刚开始，就是发微博之类的，然后就突然间发现，哎，有了微博还是好的，会发现哇，有这么多人喜欢你，对不对？那什么时候？那什么时候会翻一下粉丝的提问，就是给他们翻个牌子啊，回复一下之类的？有的，有的时候我看评论的时候，有些比较有意思的评论会回复。好的哟，所以呢，他的粉丝朋友们可是要听好了，有意思的评论马上会回复，秒回，对不对？其实今天在我们现场呢，也是有请到了两位的粉丝代表，让我们来请出他们好不好？来，有请二位。哇，看一下都准备了什么礼物，玫瑰花还有巧克力。哇，等一下你要这么招
憎恨吗？拥抱了一下。好，来，那位，两位，我们先站过来。好，站过来，站这边来。两位，给你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你知道吗？现场这么多位粉丝，只有二位一会儿可以接受他们全场所有人的羡慕嫉妒恨。可以面向你们的 idol， 然后呢，有没有什么真心话，或者是一直想跟他说的话，平时没有机会的真心话，一分钟告白时间留给二位。吃惊了一下，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环节。谁先来？啊，你先来。好，就想祝那个代表所有的俊威先祝俊俊七夕快乐，然后就想说不管再辛苦，然后也要照顾好自己。未来的路还有很长，我们会一直陪你走下去的。谢谢我是陈晨的粉丝，然后从他就是现在经过就是关注，然后觉得特别酷帅，然后这次对玲珑特别喜欢这样互动，所以您也是巧克力，希望以后再多发点好给我。谢谢你的巧克力，真的谢谢。好的，谢谢二位，谢谢二位，两位可以先暂时休息一下，谢谢。其实我们相信啊，陪伴一定是最长情的告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龚俊还有慕禅两位日后可以事业越来越好，粉丝越来越多，最好是粉丝一直装到我们的二层三层所有的地方全部都站不下，好不好？好，谢谢。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非常非常忠诚的小粉丝。好的，在这里我想提问一下啊，就是因为可能两位平时没有什么时间可以上网啊，然后刷一下弹幕啊，你们知道吗？就是粉丝啊，偷偷的在台下，就是在他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里面，留给二位在《醉玲珑》饰演的这个欢喜冤家请了一对 CP 的名字，知道叫什么名字吗？知不知道？有没有上网刷过弹幕的，或者是看到过的？哎，对，龚俊拿出来叫什么？叫姻缘。对，姻缘。但你们知道原因吗？就这个姻缘这个词儿怎么来的？姻缘 CP 吗？因为啼笑姻缘。我在《醉玲珑》里面饰演是袁彻，他叫殷彩倩，两个字组合到一起的姻缘。对对对，一个是名字过了，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两位是一对欢喜冤家，所以呢啼笑姻缘就这样过来了。哦，对对对，但是可能你们还不知道我们今天现场舞台的一个套路，就是呢稍后我们要在现场一起来观看一下由网友票选出来的最受他们喜欢的，同时也是让他们觉得最发糖的四段 CP 的小 video， 然后稍后呢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环节要送给二位。什么环节呢？那这样好不好，我们这么多粉丝，我们来先往后转，然后看一下我们大屏幕，稍后我们的屏幕上方会来播放一下我们的网友啊至今为止在播出来的片段里面选出来的四段最受网友欢迎的片段，来，有请我们音响师为我们来放一下。又犯了什么错？四哥，四哥，彩倩是来去上网的。不，是来看四哥的。看他说话后感。你不会又得罪谁了？四哥，你可误会我了，我来是因为四哥戏上的冤屈，但是误母。你们不会到七夕的份上吧？彩倩刚才让我陪她，其实她忙戏。可一到七夕舞上，她便把七夕的花园给拆了。你这个十一傻！好啊，你个十一傻！我让你跟着我去，就是为了让你拦着我的。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你替我受罚？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七夕的人了。小姐，王爷让我带你回府。不在，我都想分享。看来
就别在这添乱了。那能做个情况好一些，我再去会会那个叫什么来着？霞。对，武侠。好了，四哥也不在，我先回去了。这么着急就走？不走干嘛？陪你啊。喂。说彩线应该是翘儿怎么样之类的，还是我
歪歪？好像是没有，但是东北话可以说十一傻。东北话说十一傻怎么说？就是也没有太大区别，就是十一傻，就是一个傻哟。可是你说普通话和说东北话没什么区别耶。真的吗？真的。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在全国一直以来被吐槽的最多的地方方言就是东北话，因为东北话号称中华整个民族里面说的地方方言人数最多的一种方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东北三个省都叫东北话，好吗？哎，你们真的是笑点很低的人吗？都不笑。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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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不是没。你来给他解释一下。其实我也没听。就是四川只有四川一个省说四川话，对不对？但东北是有三个省，然后呢，三个省的人他们的方言都叫东北话。好吧，你们是真的笑点不低的一群人吧？好吧，好吧，好吧，好来来来，那稍后我们就挑战加大两个难度，好不好？第一个难度呢，是我们来互换一下角色，然后呢，第二个难度就是用方言来演绎一段。应该是会白骨很杂的味道哦。想一下，商量一下，演哪一段？选。真的。真，他今天穿这个裙子，这个也不方便摔倒，对吧？是吧？可是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主办方用心良苦，四段微流里面有三段都是有扑倒的。对。对。我觉得就是不太方便，要不就选那个吃烧鹅一的，吃烧鹅那场吧。哎，什么叫不太方便？他演男人。他演男人。对哦。等一下，我今天虽然被虐，可是我不傻。对不对？东北话，东北话是说傻吗？对，我虽然今天被虐，可是我不傻，对不对？你们傻吗？不傻，对不对？好啦。你选吧。好了，女生选，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人说什么了哟。哪一段？我想想。还是我们要给他们一点点时间来对视一下，再虐一虐。你觉得哪个好？我觉得哪段好啊？我觉得哪段好？我要是想出来这么多吃瓜群众不满意怎么办？那你问一下大家怎么样？可以吗？三段都有扑倒了，你要看哪一段扑倒？哇，有人说的！你看，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就应该自己先选。我对你们多好，不了解我的苦心，真的是。好来啊，他说了，他说要亲亲哪一段？哎呦，好害羞哦！我们一会儿都要被虐哦。好吧，亲亲那一段就是那个彩倩从楼顶上跳下来那一段没有接住，然后不小心她亲上了。这个怎么演？这个怎么演呢？她去二楼。不行，她去二楼那边的粉丝要直接被她扑倒了。应该是直接扑倒她。那我们这样好不好？就准备一把椅子可以吗？可以吗？来，工作人员给我们准备一把椅子。说什么？来，这一位吃瓜群众，竟然敢说，敢不敢大声说出来？刚刚说什么？哦，他说轻轻的那个场面，但是不要轻轻。好，来，请上我们神奇的道具椅子。好来，两位麦克风一会儿还得自己拿着啊，超有难度的挑战。对啊，要扑倒。大家什么样的演示？我不行啊，我不是演员啊。我说的，我今天是关爱大使，关爱什么？关爱我们这些弱势的单身小动物，对不对？我是他们的福利大使。好，他们两个人啊，先来亲密的商量一下，看一会儿怎么演。来吧。这个动作有什么作用？不要这个椅子了吧。不用椅子也可以，对不对？他穿那个裤子不太方便。好，行，没问题。好，来，我们工作人员站着吧，站着吧。记得还有台词啊，不能没有台词。哎，等一下，我来说一下。稍后真的如果没有满足一会儿我们这么多粉丝的小心愿的话，可能真的一会儿在我们下个环节会更劲爆，所以这个环节还是好好表现一下。那个四川话 PK 东北话。
我要不要当一下导演？好，我是导演了。啊，准备，三二一 ，Action！ 彩倩，哎，思雨莎，你来了。过来，接动我。快跳，我来接着你。我挑了。挑吧。接动了啊。别搞笑！这站长怎么摔倒了？我不是故意的。你上，你让打死你！说的这么好听 ，sorry。然后继续。那还是摔倒了。屁股都给我摔疼了。你说咋个配吗？让我摔倒了。我给你买烧鹅。吃烧鹅。嗯哼。我想一下，两只，两只烧啊，嗯、不得行，我不够吃，我胃比较大，四只，好吧，4只，好嘛，那我们去吃烧鹅好不好？走吧，走。好的好的，是这场地就比较尴尬，因为这个女生不太方便嘛，对吧？对，主要是我发现就是脱产啊，应该是很有可能就是从小没有在家里面有过那种非常浓厚的东北话的氛围，在家里是不是都是父母一直在跟你说普通话？因为被带偏了，对不对？大家都在说我普通话这个问题，我很努力的在学习。不是学习，就是在努力的去回想那个说家乡话的氛围，是吧？没有，我在改正东北话，好不容易改差不多了，你要让我讲东北话。啊、哦，也对，不能够再憋回来了。对，我知道他是在很努力的改正这个发音，然后在剧组，我之前也被他带偏了，这个口头禅现在已经变成是哎我去。哎呀，我等一下，哎呀我去，我超想听一下，可是没有听到，我觉得当时应该是哎呀我去，我不要接你。但是后面那句话太普通话了啊。好，那两位刚刚那一段还是有点小难的，因为我们今天毕竟是现场这样的一个设置受限，没有什么道具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觉得非常精彩了，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哇，好，听到了，说了，静静很棒。好的，其实呢，你的粉丝朋友们也非常非常的棒。那我想问一下，现场我们这么多可爱的粉丝朋友们，如果说我们好不容易请到他们来，虽然他们这么回去，是不是太可惜了？要不要发一下糖糖呢？哦，你知道吗？有人说不要，可是你知道，等一下，我跟你说啊，来，等一下，来，那个粉丝往前一步，你知道吗？一会儿发什么糖都不知道，你说什么不要？一会儿我跟你说，你被抽中了，我不要你上来，好不好？到的是我们现场的发糖的环节，我们会从所有的这么多位粉丝在签到的时候留下的抽奖券里面抽出现场的20位幸运粉丝，可以获得什么糖呢？等一下，认真听，亲密的和粉丝握手，粉丝握手会，看你还是会不要。好，来，有请我们工作人员为我们呈上抽奖箱，这样好不好？一人抽出10位，可以吗？50号，哦，有人说50号，啊，自己公布好不好？自己公布一下。好。40。40在不在现场？40。26。26。给舞台用色和工作人员活动一下啊！稍等一下。94。哦。然后还有4号。23。156。69。62。最后一位。35号。好，我们来这边牧尘，哎，稍等一下，一会儿还没有开始，但是给你们一点时间，可以先对视一下。好，来公布一下10位。88号。舞台右侧排成一排哦，稍等一下，还没有开始。44号。哇，快点。54号。64号。125。好温馨哦，我觉得好被虐哦。45。
二和五十。好，我们两位站过来一点点好不好？来，我们粉丝。一十。好，来给我吧。好，握手会，那左手拿麦克风好不好？好，两位站一排，两位站一排。那这样，我们所有的握完手的粉丝就依然是原路返回，然后回到观众席，可以吗？好，可以了，不用说话，直接握手就可以了。握手会。哇！不是你确定第一个报完之后，会不会其他的粉丝都会有同样的要求？好，我们两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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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还有木船，还有木船，对对对对对。台下这么多吃瓜群众一直在说抱一下抱一下，你看刚刚那一位说不要不要不要的，就真的没有抽中你，对不对？好了，最后还有大堂环节吧，所以说现场我们的环节很多的，不要提前，不要提前就说不要不要，因为我知道你应该是舍不得其他的粉丝在和他近距离的握手啊接触啊，对不对？但是我相信可能今天我们现场这么多的粉丝都是非常非常喜欢俊俊还有喜欢木船的，我们也希望他们呢回家以后带给我们更多更好的作品。再看这边，从他们的眼神就可以看出来，里面透出来了无限的遗憾还有害羞。曝光的是害羞，没有曝光的是遗憾。好了，我们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发糖环节，但你知道吗，今天在我们现场我们舞台有个套路叫做相杀相爱，所以我们刚刚一直是在发糖，就是在相爱，稍后呢我们就要来相互伤害一下。好，来看一下目前在我这里呢，我们有一份啊工作人员也依然是用心良苦啊准备的麻辣五十道题，有多麻辣呢稍后就知道了，但是在这里呢我不能提前的泄题，我要告诉二位稍后一人25道题，要相互之间快速的提问，而且呢另外那一位被提到的被提到问题的那一位啊不能够有任何的犹豫时间，我会作为一个非常非常公正的裁判来看一下哪一位停顿的时间次数最多，如果说停顿时间比较多的那一位啊，我们会在最后有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惩罚，是什么呢？扮丑脸，听清楚了，不是扮鬼脸，是扮丑脸，而另外一位呢则要和我非常美美的在我们台前拍照。好，所以稍后我们麻辣50问，哇，辣房50道题呀、啊！我想问一下，相互伤害谁先来？哇、哦，他说了，木禅先来，好吧，我们先把伤害他的机会给到你。这里呢，有我们主办方提前想出来的折磨他的25道问题，啊，一定要记得第一时间速度回答，我真的会来记停顿的哟。如果你停顿次数比他多，非常非常遗憾了，一会儿我们就要看到很丑很丑的你了，好不好？来，我们先站过来，面对面站立。好，两位面对面站立。好，木禅看一下，这个是25道题，记住一气呵成的问完它，好不好？好，来准备。好，我们为了让吃瓜群众听得更清楚，声音可以大一点点。好，来准备，开始。三个词形容你现在的心情。好，激动，感恩，感谢大家。三个词形容一下小十一。小十一，护胸狂魔，然后是这个最强电灯泡。下次再有梗，依然记一次，两次。三个词形容一下彩倩。彩倩可爱，真探子，铁血。好。说一下你自己和小十一最相似的地方。我觉得我和十一最相似的地方在于又停顿又停顿又停顿，三次。正直正直正直。好，想做演员最需
爽的地方是什么？可以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生活。想尝试一下什么样的角色？没有特别想尝试的，我觉得每个角色都是不一样的，可以去试着演出各种不同的味道，那就是不一样的体验。对未来的自己有什么期待？我希望能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成长嘛，这然后作品更多的让大家关注，让大家认可。好，我们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如果不当演员，自己会做什么？经商吧，因为我父母都是商人。你认为你是高冷型、闷骚型还是运动型？我觉得我自己有时高冷，然后很多时候也挺闷骚的。运动的话也算嘛，就是阳光运动型。好。最尴尬的经历是什么？最尴尬的经历。五次停更，五次速度，速度，速度。拍盛世的时候，然后第一次拍那个戏，第一场戏就是裸了上半身被绑架啊啊啊！好，这是最尴尬的。然后现场人特别多。四哥和彩倩同时掉进水里，先救谁？我觉得如果我下水的话，彩倩会把我们四哥是不是会一起救上来？你的角色定位不就是铁血，然后真汉子，然后你认真的吗？放电了，认真的吗？偶像包袱有几斤？偶像包袱，停顿六次。我停顿七次。我没有偶像包袱吧？就是有时候还是有偶像包袱。六五八。喜欢 cosplay 吗？对对对。喜欢 cos 谁？现场模仿一个。cos 谁？我平时没有喜欢 cos 谁啊？现场模仿一个，那卡通人物算吗？可以。好，那我们模仿葫芦娃吧。来，妖精，放开我爷爷！哇，厉害厉害厉害！你认为最丑的表情包是什么？现场模仿。粉丝给我做了特别多表情包，最丑的没有最丑的，就都挺好玩的。最好玩的一个就是那个吐舌头的吧。来来来。你喜欢的女生最看重她什么品质？诚实。遇到喜欢的人会直接表白吗？会，喜欢的会。交朋友看重对方的什么特质？诚实。你的口头禅是什么？哎我去。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肖申克的救赎。有没有不为人知的外号和昵称？有，表哥喜欢叫我叫大哥啊，他很多事情有时候听我啊，我是他大哥。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如何排解？看电影。最喜欢的家乡菜？干腰和炒，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菜吗？川菜，就是干和腰一起炒啊，特别好吃，建议大家去尝一尝。为什么是心和肝啊？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呀，就这样成的呀。好，下一题，有没有听起来十分奇怪的家乡话？有没有拔刺了？娃娃刺。娃娃刺。1到10分为自己的颜值打分。我觉得9分吧，然后把那1分留给表哥啊，给表哥点面子。想要颜值高智商低，还是智商高长得丑？停顿10次。智商高长得丑吧，因为我想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因为你的言下之意就是现在是啊，这智商高啊，长得也帅啊。好了，来来来，木禅，知道他刚刚停顿多少次吗？停顿了吗？对啊，哇，好放水啊，都说没有停顿，但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停顿次数不够多，一会儿你来扮丑哎。对，停顿多少次还记得吗？我有在算。10次。好了，哇，超级为你考虑的啊，那之后看一下他会不会放水啊？好，来，到你了，木禅。好，从这儿开始，面对面站立。三个词形容你现在的感受。开心、激动、感恩。三个词形容自己在剧中的角色。耿直、可爱、
小刁蛮。三个词形容一下十一。平淡一次。正直、帅气、威猛。小十一是你的理想型吗？小十一身上有很多我喜欢的地方。那是不是嘛？正面回答。哎呦，你好犀利啊！对呀、啊，他的问题是不是？啊，是。你能接受用烧鹅求婚吗？什么问题啊？这是。停了两次。能。希望挑战什么样的角色？各种角色都想尝试一下。上学期间有男生暗恋你吗？男生暗恋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应该没有吧。拍亲密戏的时候有害羞吗？有的时候，刚开始拍的时候有，后面不会。喜欢男生身上具有哪些品质？专一。你觉得现实生活中自己和彩倩一样是吃货吗？差不多。如果不做演员，想从事什么职业？做演员，画画。背三次，没有停顿，画画。哎，前面不能够加上那个描述的话语啊，要速度回答。喜欢男生，男神是什么？喜欢男神的什么？是什么？喜欢男神的什么？真一。短期内最想学会的一项技能？对自己的五官最满意的地方？爸妈给的都挺满意的。有了伤心的事情向谁倾诉？爸妈吧。生气时最怎么哄你最有效？死皮赖脸比较有效。最尴尬的经历是什么？最尴尬的经历没什么尴尬的经历。颜值和才华哪个重要？都重要。平时会看粉丝给你的评论吗？有没有印象？有印象很深的，就那个说我那个口水可以给四哥洗头的那个印象蛮深的。有没有不为人知的外号和昵称？叉叉。嗯。啊，我知道的。手机里最近的一张照片是什么？自拍。睡前最后一件事是什么？闭眼。好冷的笑话啊！好冷的段子。摆一个最常用的自拍姿势。平时素颜还是化妆？真的是开心。好，结束了，对不对？我输了。好了，你输了。那我们要兑现诺言。好，兑现诺言。知道刚刚惩罚是什么吗？范畴嘛。对，范畴。反正我喜欢我的粉丝都给我贴了好多表情包，也不在乎这一个了。你知道之前我不敢站过来，因为你知道吗？来，你站中间。站过来，我们就是一个全新的组合。什么组合？凸起的凸字。所以我之前非常不想拆散这一段 CP， 因为他们是欢喜冤家嘛，对不对？是姻缘 CP。但是我现在你看站过来了，我们就一起了。好了，我们两位美美的在你的旁边，所以呢，你就只能够一朵鲜花来衬托我们旁边的两朵更娇艳的牡丹了。记得把这个做成表情包。等一下，你摄影师在哪？看哪个镜头？好，看中间。我们中间摄影师啊，这样的话，我们看主镜头好不好？看主镜头。朋友们想要这个表情包的，回家自己截屏，然后呢再舔屏。一定要丑的呀，不能是鬼脸啊，不丑不行啊。好来啊，准备好了，我们要美好不好？我们两个就来美。好来，准备，三二一。Oh my god！怎么了？我没看到。看到。你知道不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个主 KTV， 因为我觉得自己练天肩一定要美嘛。但是因为我们题目是在上方，对不对？我要看上的话，我的眼睛是往上飘的，这样我就丑了。所以我没有看到怎么办？啊，再来一个吧。那我给我对，然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他们俩来一次好不好？他们俩来一次，这会儿我可以看了。丑的啊，那个等一下，对，你要美啊，对，你要美啊，他要丑啊。你哎，换一个啊，换一个。好，做一个猪鼻子吧。好，来。啊，丑的啊。来，三二一。好了。谢谢大家。就是颜值再也没有多丑了，很美。好，我站过来，继续要维持他们的 CP 组合，不能拆散。好的。哇，觉得刚刚这个问题难不难？棘不棘手？犀不犀利？好，我知道了。好，你们的停顿告诉我一切答案。谢谢，感谢我们主办方，谢谢。为什么？因为主办方给粉丝谋福利啊。那
你是些什么个劲儿啊，真的是我们是刁难你。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现场另外一轮的发糖的环节了。好，那么这个呢我们要发什么糖呢？刚刚那一位我想问一下，我们第二轮发糖你还会说不要吗？这里要对不对？我们第二轮要送上的是他们二位的签名海报，一共会抽出十位幸运粉丝来，让我们再一次有请我们神奇的抽奖箱，有请。抽十个吗？啊，不，一共十位，然后一人抽十，一人抽五位。他有安排，他约你过去，你会去吗？他
有了，那还约我过去干嘛？去工作现场也可以啊。好了好了好了，对啊，我们其实私底下关系就是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特别哥们儿。不要这样了，我们剧才播到没有大结局的时候，就是现在就把哥们儿给扯出来，啊，这么官方吗？他们要怎么样继续收藏？真的是，你想不想请回去之后，然后他们刷弹幕的时候就开始狂吐槽？啊，这么放这种官方的消息出来吗？没有没有没有，关系特别好啊。好的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填一下好不好？新一节就要到了，今天呢我们主办方也是为二位准备了一份甜蜜蜜蜜到心里面的蛋糕，来有请工作人员准备一下，稍后呢两位要在我们的现场啊跟随着我们的这个师傅，怎么样呢？很简单很简单，就是我们要来稍后呢要做蛋糕，但是在这里我们先来准备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环节呢是比较临时的一个环节，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想先问一下两位，既然是要甜的话就要甜到心里面，平时如果说是没那么忙的话，过节的时候都会怎么过？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个电影啊，吃一顿烛光晚餐呐、啊，对不对、哎、或者是怎么样在家里要，如果不忙的话会跟那家人过节了啊，尽量如果能回去的话就回去，回去不了看跟表哥什么的，是的，自己一个人过节才行。是的，或者是我觉得也有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也是非常棒的事情，就是可以在家里面追剧嘛，追醉玲珑、对，是不是？追醉玲珑。是的，没问题。但是我相信，可能如果说有情侣在的话，他们也会用一种非常好玩的方式，然后一定要让别人羡慕嫉妒恨一下，那就是怎么样拍照自拍。所以两位啊，在我们蛋糕准备的这个期间啊，因为我们桌子需要一点时间来准备嘛，好，我们两位啊先移步舞台这一侧，可不可以来就是告诉一下我们，如果说就是两位从剧里面的一个时代跳到现在的一个时间啊，两位一起过七夕的话，就是俊俊约共产一起过七夕的话，要怎么样来一些非常好玩的自拍，来有请我们工作人员为我们准备一下好不好？看一下，我们今天呢也是特意准备了一些道具。什么？这戴头上的吗？对啊，因为她是小魔女嘛，小魔女这个是为她准备的。然后呢，因为你是萌宠弟弟，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给你准备的。OK。好的。那这样，我们连拍面向镜头可以吗？我中间站一点。中间站一点。好，那我们这样，正好就蛋糕准备出来了，所以我们站在这儿好不好？站在这儿，我们连拍。然后，像我们这样一个还蛮浪漫的一个桌子的前面，我们连拍可以吗？是自拍还是什么意思？就看镜头吧，看镜头五连拍。其实你们也可以，他不会戴，你帮他戴一下，会弄到发型。哇，不准他戴发带。这什么呀？哎，戴下面也可以哦，就真的成了这个萌犬弟弟了。可以，真的戴在戴这儿是吧？可以啊，没问题啊，就有一种想牵着你走的感觉。好热，好热，好看前面。想一下啊，我们要最甜蜜的五连拍，好不好？对，最好是虐一下我们。来，数一下吧。好，数一下。好，我来数，我来数，我来数。好，准备，看前面。好。好，一个。哥们儿，哎，两个。两个。小心变大型是吗？好，三个。一个，好，这样。好，四个。拽着走好。对，拽拽这个萌犬弟弟的小耳朵好了。好，五个。第五个，换一个，换一个。最后一个。大我们都不知道了，好几年。好的，谢谢，非常甜，非常甜。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甜蜜蜜的蛋糕也准备好了。在这里呢，我想问一下两位，之前哇这么甜蜜的事情有没有做过？就是给自己的心上人做过，比如说给他做一个非常甜的蛋糕啊之类的，有吗？没有，俊俊有没有？好，也没有。那么在这里刚刚说，请出我们今天稍后给我们带来非常甜蜜释放的两位老师，有请。好，我们两位老师啊会现场的手把手的教二位要如何来做蛋糕甜蜜蜜的裱花。好，可以先穿上围裙。
啊，这颜色。因为粉色就意味着甜蜜啊。哎，你真的是全程是皇子哎，就全程是别人来帮你做这个事儿，看到没？帮你来更衣。好吧。好，热不热？热不热？萌宠弟弟，请问你热不热？在头上。对，你要觉得这样可爱的话也可以啊，没问题啊。带着吧，来。好，带着。好，我们来萌一下。来，我们两位老师教一下。元彻皇子，来，我们这一位非常可爱的郡主，看一下你要来如何裱花呢？这个是写字吗？还是？哦，我们先来写一下裱花。哦。嗯，手拿着，然后一手这样驮在这儿，然后倾斜45度角，然后内心激活。哦，你先来。啊，这样看还蛮简单的，这样好不好？我们对两位，因为一会儿呢，我们这个蛋糕做完之后的话，需要分给这么多粉丝的，那就一人分两边吧，好不好？一人分两边，然后我们把上面这个全部裱好花，可以吗？好。嗯，好的。好，副监先来。啊，没关系。对，没事。嗯，继续吧。我们再往上一点点，因为我这个花粉太边缘了，可能应该我们的镜头带的不是很清楚啊。哎，静静啊，嗯，我想考一个问题，就是你曾经给你的女朋友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呀？还是她给你做的浪漫的事情比较多呀？粉丝说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们希望最浪漫的事情留给他们。你看我好懂他们。好，来，我们继续拿一条。这个，哦，这个花朵先擦一下，就比你长一点啊，花朵，就是这样好看一点，还是说是什么？一条直线好像不好看。对，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这样？哇，你好有，好有自己的想法哟，真的。不娟，那我要来考你的隐私了哟。请问，男生给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呢？好像没什么，没什么。假如说有像俊俊这样男生给你做了一个蛋糕，算浪漫的吗？嗯，挺浪漫的。哦，很浪漫的。好，那既然还没有什么，我们就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你的男粉丝，好不好？让他们来给你做点什么。好的，哎，其实可以看到，我觉得我们这个蛋糕还是有点点空啊。今天来这么多粉丝，我想问一下，其实我刚好听到你的想法，你是想把自己想对粉丝说的话写在我们蛋糕上面，对不对？啊，好。好吧，好吧，看来是我猜错你的心思了。那我想问一下，那如果说今天有对粉丝说的话，千言万语化成能够写在蛋糕上的字，那你想写什么呢？你想商量一下，商量一下，看写什么好。啊，写几个字？嗯，都可以呀，都可以。你马上商量一下，因为之后我们是要把这个蛋糕给粉丝吃的，商量好了，对不对？好吧，一起说好不好？啊，好，三二一，感恩。嗯，啊，谢谢大家。感恩，谢谢大家。好，那感恩就一人写一个字，好吗？好，好，不错。是用裱花写吗？应该不是吧？啊。嗯，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用这个小小的东西来写，对不对？这两边应该是跟那个几裱花都是差不多，对不对？啊，巧克力酱。哦，这两边还用涂吗？啊，可以啊。啊，要裱吗？不然两位就一起把它裱全吧。好，然后我们老师来准备一下。
动的时候呢，要这样稍稍的拉起来，像拉线一样。那谁先来？好，进去先来，对不对？难写啊，这个。哦，我发现了，对，它得这个得连笔是吗？对。能不能顿一下？哎呀，这个我难写。老师可以中间顿一下吗？不能顿，对不对？啊，不能顿，好吧，连笔。所以就是和我们的所有的粉丝连在一起，心连心，手牵手。哦，不能写了。好，我们再稍等一下。自己这个也可能写的有点丑啊，没关系，我们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第一次，因为这样才浪漫，就像初恋一样，对不对？一辈子难以忘记，画个心是不是呀？好的呀。哎，还是写不了这个，这个还是写不了。自己擦一下好不好？实践的时候才会发现里面难度很大，比如说像今天简单两个字感恩，但是呢我们也中间经历了一些小挫折，也是有一些小磨难，或者是有一些小曲折，可以说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一些小曲折，就像是这两位艺人一路走来能够到现在在我们的芬兰国际动物广场有这么多粉丝来支持他们一样，我相信啊他们的内心可能是曾经走过很多的煎熬，包括一些试戏的煎熬、等戏的煎熬、stand by的煎熬、背词的煎熬，还有可能偶尔被导演说不过的煎熬。所以我相信今天在现场两位能够看到这么多的粉丝，真的就像你们商量那个样子，最多的词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话啊，一个词就是感恩，因为感谢有他们才能够有你们的今天，感谢有他们的支持才能够在镜头前面给他们呈现出来更多的作品，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先由这个顾谦，我们现在写一个恩字好不好？老师，我叫顾谦。啊，不好意思，抱歉，没有，我刚一直在想这个，在想这个巧克力的事儿，因为巧克力太腻我了。这么多的粉丝朋友们，来，有请工作人员。
这个感恩这个字儿，因为是真的是觉得看上去很容易很容易，之前也没有试过，会发现原来真的很难很难，对不对？好了，我们工作人员对，工作人员啊，在这儿是不是？好好，在这儿。好，那稍后的话，我们就要有请来，我对，给我们来给一个切蛋糕的一个切蛋糕的这个刀片，我们要把这个蛋糕切成小块，然后呢，稍后就有请我们工作人员将这个蛋糕送给所有的粉丝朋友们。那就两位一起切下一刀可以吗？好，一起。好。OK， 好了。好。给他们吧。来，稍后的话，那我们就有请工作人员现场给这么多粉丝朋友们来分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可以来先切出两小块，可以吗？与我们现场看一下哪两位粉丝最幸运呢？我们来切两小块好了。哦，他们都。但稍等一下，因为这里呢就两个餐盘，好，就一人切一块吧。这个太大了，太大了，对，切小块吧。啊，问你这样，切这个斜角，切斜角。好。嗯。好的好的好的，哇，他们都想要吃，都想要吃，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在不得罪现场所有粉丝情况下，就还是稍后就有请工作人员来有请将他们这个切好蛋糕来送给各位，好不好？不然的话，我相信可能真的现场谁吃到都会觉得有点不太，就是会觉得太嫉妒，对不对？太嫉妒，因为你看仅此的两块他们切出来蛋糕，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将这样一个甜蜜的事情先在镜头前面定格一会儿呢，稍后是真正的来去享受这样一个甜蜜的时刻。好了，我们先看粉丝，先看粉丝，我们来定格一下，就是带上刚刚我们的 idol 做出来蛋糕一样的，刚才不是吗？不是，我当然能看出来，可是要你说出来才更虐呀。
的卡通的。好的，这是十一撒，对不对？好的，这是你自己画的、哦。对的。哇，好厉害，好棒哦！那另外这两个也是送给他的礼物是吗？对，这个是茶叶。哦。对，因为你是比较养生的。我。好。对，在组里都是十点睡觉的，然后给你个茶叶。好，谢谢。这个还有这个要亲手送给他。这个还有本书。告白的秘密。嗯，这个就算是一个小日记本。好。对，然后你可以在里面记一些小心事。哦，我知道，就是本来想送你书的，没买到。没有，就是十一撒，就是在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可能会被他虐到，被他捉弄到的时候，就可以写下这种心情笔记。嗯，对的。然后就两个人就到了一个时候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给他看。你看，这是咱俩之前曾经互相伤害过、互相相爱过的曾经。有点太文艺了啊！那其实我真的觉得啊，就是你们两个人太虐了。你看，就礼物准备的是一下准备三份，相互之间准备三份，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么多粉丝，他们的眼神如此看过去，全部充满了一个同样的意思，就是哀怨。你看红豆粥，它这么苗条，但它一天全部三餐吃红豆粥，三餐都是你安排。好不好，我自己有意思、哦、哇，真的吗？要不要喝？你们要喝吗？哇，好吧好吧，那既然真的他真的要这么大方吗？要的，就是保持一下自己，然后呢吃一下，然后我们红豆粥就是吃早餐就可以了，中午还是晚上呢？中午和晚上让他请吃大餐，这样才是过七夕。烛光晚餐，晚上不能喝红豆粥。好，那这样好不好？那就有请我们的陆晨，然后呢将这两份礼物作为我们稍后的抽奖环节送给粉丝的礼物，好不好？好吗？那么在这里呢，我当然也就想问一下我们的俊俊了，你说这么大方这么表率，那你有什么回馈给我们的粉丝了没有？红豆粥吧。红豆粥，你要再熬两罐吗？可以，没问题，明天你还在这儿，然后明天排队，煮一大罐，应该是一大不是，就是那种热水缸的那种缸，就是那种大罐子，就是烧热水，整个小区都可以烧到那种大罐子，换一个啦。啊，粉丝会感谢。对对对，红豆粥应该已经他们有了，所以的话，等一下，这个是你送给牧传的，然后牧传送给他们的，这个就不算你的礼物了。那可以送吗？送。好吧，我送签名照吧。签名照，这样好不好？那我想问一下，你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现场既然是有三份礼物，对不对？他送了两份，然后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其中两份送给粉丝，好不好？哦，你要送哪两份？送了，就这两个。这两个是吗？这个要吧，画手画的。亲手画的，所以必须要留着。好，那稍后来有请我们工作人员为我们呈上神奇的抽奖箱的盒子。哦，他们真的很不满意，因为是从抽奖箱里面抽出来，但是告诉各位一定公开公平公正。那这个我抽的是送什么？你抽的就送不馋送给你的礼物，然后把不馋的礼物送给他们。好，我们来先公布一下，看一下现场多少号的幸运观众。送两好，那个28号和73号。哦，我听到有人说啊，真是好可惜，有没有抽到自己？来看一下，28号，是你吗？是你吗？28号还有73号，对不对？这两个那个
保温，然后有一个大的，有一个小的，因为我当时买错格式了，我只选择了图案，买错了，所以买了一大一小，不要介意，要拿来小朋友。我觉得他们回去之后，应该心里面想的已经不是介意了，而是要在想如何安抚一下和他们一起过来，但是没有拿到礼物的朋友、同伴、伙伴，分一下吧，你们分一下吧，好吗？看一下，好，他们说好了，还是非常有爱的。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非常开心啊，可以在七夕节邀请到你们这样的一对欢喜冤家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想问一下，这么多粉丝，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跟他们一起来说的吗？可以想一下。我先吗？好，可以呀。感谢大家的一直陪伴，然后真的很谢谢大家，不管是探班还是说是今天来这里支持我，都特别谢谢大家。我爱你们，主要是最后一句话，我爱你们。不馋，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可以就是过来，然后跟我们一起举办这个玲珑七夕节，然后也特别谢谢大家可以喜欢醉玲珑里面十一和彩倩这对欢喜冤家，因为这都是我的第一部戏，然后大家都能喜欢我也很开心，然后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支持十一和彩倩，也能支持我们醉玲珑，谢谢大家。好的，谢谢。不仅是大家希望我们要支持这样的一对 CP，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希望一起来支持他们，希望他们在今后可以带给我们更多更好看更精彩的作品，好不好？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有请工作人员为我们准备好相机，稍后到现场有请二位一起来通过自拍的形式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这么一个枫蓝国际动物广场的盛况，有请。好，充一下手机，要不然用两部自己手机也可以，我们准备一台手机好不好？准备一部手机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一会儿将现场所有的粉丝全部收进我们的框框里面哦。那我们这样转过来，转过来，好，转过来面向粉丝。要不然我们蹲着吧，对，我们蹲着。蹲着不方便吗？不行，会稍微蹲一点点，这样可以带到粉丝。大家都挤一挤啊。那这样我给你们来看。相机大哥在一块儿，绝对能上榜了，谢谢，谢谢。好的，谢谢各位，谢谢我们每一个充满爱心的粉丝朋友们，同时我们也谢谢金俊，谢谢慕辰。最后当然也是有一个非常感动的环节，还有表白的。好，再次感谢二位，同时我们也感谢今天的枫蓝广场给我们提供的场地，希望现场的每一位，如果说今年你是一个人过，我们希望。今年的双十一的时候就可以有旁边的伴侣和你一起来过，好不好？来，我们现场再一次感谢我们每一位朋友们，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谢谢大家。谢谢。